行，那我们呢，接下来的话呢，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集合的一些高级的一些使用啊，零四啊，这个叫集合的这个高级使用哈、啊，一些高级的使用方式啊，这个呢了解一下啊，它呢好用是好用，但是呢有点不太好理解啊。你比方说刚才我们写的这个代码啊，有这么一个，有这么几个题，这几个题的话呢，其实我们下边这几个题啊，用集合的运算其实都能够算得出来的啊，用集合的这个运算都能够算出来，就这一题。你看啊，现在呢，我们直接有这个数据啊，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就 first second third 吧，好，一二三，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好，那我们现在呢，做一个工作啊，比方说呢，我想找什么呢？找这个，报了这个所有的，就是所有的人数，刚才我们已经写过，是不是？所有的怎么样的 ？first 的加上什么呀？加上这个 second， 再加上什么？再加上这个 third， 然后怎么样的？都加起来，加完之后呢，变成一个什么呀 ？set， 然后来一个 total 哈、啊，所有的，大家看，这个时候它有一个什么功能呢？是可以去重的，是不是？所有的都没了啊。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算法啊。啊，大家看啊，我现在这样吧。我现在直接这样了啊，我们就不用这个元组了，直接用一个 set 跟大家看看啊。这个 set 的话呢，它有一点，有一些比较厉害的啊，有一些比较厉害的，厉害在哪儿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 set 呢，它支持的啊 ，set 这个支持很多哈、啊，支持很多这个算术啊，运算符，支持哪些呢？它不支持加法啊，大家看啊 ，first 的加上这个什么呀 ，second 点 print， 加法不支持啊，注意运行一下走你看它不支持加法。它不支持加法啊，注意一点，它不支持加法，支持很多，但是不支持加法。这个 set 不能用加法，那它可以用什么呢？哎，它很厉害的在哪呢？可以用减法啊。可以用减法，这个减法是啥呢？我们来看看啊 ，first 的减去 second， 这得到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呢？来走一下看看，这个结果是什么呀？孟浩然、王维、王安石、李清照，这是啥呢？这怎么拿的呢？哎，减法的话呢，就是 a 减去 b， 就看 a 和 b 的差级。你看啊，这里边的话，大家看啊，我们看看有谁啊？这个差级的话，李白，大家看我 a 有李白 ，b 有没有李白啊？有 ，a 有白居易 ，b 有没有白居易？也有 ，a 有李清照 ，b 有没有？这个没有，没有的话，那这个李清照呢，就是一个差级，看到没有？好，再往下，我有杜甫，你也有杜甫，那我们就减掉了；我有王昌龄，你也有王昌龄，就减掉了；我有王维，你没有，那我就减掉了，之后就得到了一个王维，看到没有？我有孟浩然，你没有，那我减掉了，就留下孟浩然了；我有王安石，你没有，那我减下之后就剩下王安石了，看到没有？能明白吧？哎，这个就是求这个 a 减去 b 啊，就是求 a 和 b 的差级 ，a 减去 b 啊 ，a 减去 b 就是求什么呢？求这个 a 和 b 的这个差级啊。啊，这么一个概念啊，集合的一个概念啊。好，这是一个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 A 怎么样的 ？A 这个来个 first 啊，我们就写俩吧，就写两个。三个的话呢，有点复杂啊。三个也行，哎，就有点复杂了啊。来，我们看看啊，这个完了之后呢 ，A 和 B 的话呢，这里边有一个什么呢 ？A 这个并且 second 啊 ，S1 second 点 print 啊，可以用这个。按位语运算符啊，来看看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来走你，大家看它会怎么样啊？找到了谁呀？王昌龄、李白、杜甫、白居易、王昌龄，是吧？然后这个李白、杜甫、白居易，这啥玩意儿啊？求了什么东西 ？A 这个 A 这个语上 B 取了什么东西啊？啊，这个是啥呀？求他们的这个交集吧，是不是？就大家我们都有哈，求这个 A 和 B 的这个交集啊 ，A 和 B 的这个交集。好，这个我得给大家画一下啊，我得画一下这个东西。如果不画的话呢，不用集合的话，如果纯用脑、纯用嘴来说的话，有点麻烦啊，有点麻烦。我们现在这样哈，集合的这个概念啊，画一个小圆圈，然后呢再画一个小圆圈。圆圈里边有个圆圈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是什么呢？有两个数据，一个叫 first 的是不是？来一个。first first 是不是？然后这里边有谁呢？有几个是共同都有的啊？这个圈可能还有点重合的有点小了啊。再来一个圈，我再重新画一下啊。圈圈里边套圈圈是不是？好，两个圈。然后呢，有两个数据，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叫 first 的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叫
SECOND 哈，那两个有这个相交的地方是不是？交集是谁啊？交集是都有的，就是这个王昌龄哈，还有谁呢？这个叫李白，哎，杜甫，还有谁呢？白居易是不是？好，这是他们相邻的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A 还有他自己有的是谁啊？叫孟浩然，还有谁？还有这个王维，还有谁啊？还有王维啊。还有这个王安石，还有谁？还有这个李清照，看到没有？好，那这边完了之后呢？这还有谁啊？这边有这个有李商隐哈 ，second 有李商隐，还有谁啊？杜甫、白居易、李白都说了哈，还有这个岑参是吧？岑参，啊，岑参是岑还是岑参是吧？参，岑参，好，刚才好像你出来了，第二个啊，就这个啊，这个前平翘舌音不分啊，岑参，然后这个王昌龄，大家看啊，这个结果的话呢，你看啊，刚才我们用这个 first 的减去 second 拿到的是谁啊？拿到的是这一部分，是不是？哎，你这边我减这个 first 的跟 second， 我们两个如果做这个减法运算的话啊 ，first 的减去 second 拿到的就是这半了，是不是？好，这个情况啊，那哎，我问一下大家，如果我 second 减去 first 的这个结果会是几啊？嗯 ，second S E C O N D second 减去这个 first 的这个结果会是几呢？啊？你要这样减的话，他是不是拿到这个右边半拉了呀？就是李商隐和岑参，看到没有？岑参，大家看是不是这个呀？没问题吧？哎，就这俩啊，啊，李商隐和岑参哈，岑参。好 ，OK，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这个差级的一个概念。我们减完之后呢 ，A 减 B 得到 A 和 B 的差级 ，B 减 A 得到 B 和 A 的差级。好，那我们用这个余运算符啊，它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呢都有的怎么样呢？是不是就这一块啊？王昌龄、李白、杜甫、白居易，求这个交集啊。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能用什么呢 ？First 的 FIRST first， 然后这个语上的这个安慰语啊 ，second 的 print， 这是干啥的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结果啊，走你，大家看这个结果怎么样啊？孟浩然、王安石、王昌龄、王维、李白、李商隐、岑参、杜甫、李清照、白居易，大家看这啥玩意儿啊？这是不是所有人都给我拿进来了呀？所有的都拿进来了，这是什么呀？这个是 A， 这个或 B 哈，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 ？A 或 B 啊，是求什么呀？求这个 A 和 B 的，求这个 A 和 B 的并集啊，是不是叫并集啊？哎，我们并在一起这个结果是多少啊 ？A 也有 ，B 也有，我们搭在一起是一个并集啊，这么一个概念。好，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呢 ？First 的，然后这个异或，还记得这个运算符吧？叫安慰异或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咋回事呢？啊对，有人说了，对，哎，这个叫 A 什么呀 ？A 这个 U 是不是 ？A 这个U B 是不是？啊，这个、叫并集是吧？这个东西啊，这个好，对，写的很对啊，这个是数学里边的东西啊。好，那这个异或是干啥的？大家知道吗？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的。来，走你啊，他拿到了谁呢？李清照、王安石、王维、岑参、李商隐、孟浩然。你发现，我们来看看啊，拿的谁呢？李清照、王安石、王维、孟。岑参、李商隐，还有谁呀？还有这个孟浩然，这拿到了什么呀？大家看啊，你看这个结果，我来个异或的话，它怎么样啊？异或拿到了谁？拿到了这半了，还有这半了。你发现没有谁没拿到谁呀？是不是这个交集的一块不拿呀？啊，叫什么差级的并集是吧？对，差级的并集啊，这么一个概念啊。好，这个结果的话呢，就是怎么样的呢？好，这个我们上学时候学集合是吧？学集合这个现在都已经忘完了，是不是？现在又重新被这个支配了一下，是不是 ？A 异或 B 啊，是求什么呢？求这个，叫差级的并集也可以哈，这么说也行哈。求这个 A 和 B 怎么样呢 ？A 和 B 这个啊，就是求 A 和 B 这个 A 和 B 这个差级的并集啊，差级的并集是不是？就是两个不同的，就是直接。不同的就怎么样呢？不同的就给它写在一起啊，把所有不同的都给放在一块啊。它支持这些运算符啊，支持这些运算符。好，那这是一个啊，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小复杂啊，有一点点小复杂，就是不要咱俩都有的，对，只要相同的我就不要，明白吧？相同的我就不要，就这么一个概念啊，相同的不要，要我们这个不同的给它归结在一起就可以了。好，这是一个啊。那其实我们刚才这几个题啊。
这几个题的话呢，都有这个像我们下边这个选了一门、两门、三门的啊，这些的话呢，其实都可以用我们这个集合的这个运算符，就是这个减法运算符啊，这个语音安慰语啊、安慰或、安慰亦或呀，都是可以用的啊，都可以用它们，用它们来实现这个功能。但是这个的话呢，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待会儿的话呢，我把这个答案呢发给大家，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明白不？它的话呢，用起来很方便，但是理解起来呢，会有一点点痛苦。理解起来呢会有一些痛苦，我把这个答案呢到时候随同的啊贴在我们这个今天的代码里边给到大家，大家看一下就行，明白不？看你能不能看得懂。哎，看不懂的话呢就自己画一下图，我在这里边呢就不再讲了啊，不再讲怎么样用集合做，因为它是有一些复杂的啊，特别是大家都知道你以前学这个集合都有点，本来大家学集合都有点痛苦了，是不是？现在再把这个集合再跟大家倒腾啊，这个大家的压力就太大了啊。所以呢每个方法呢都能够把这个事做成，你看你用哪一个。那如果你要想用集合的话呢，也可以试着做一下，我把这个答案到时候给到大家啊。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一块啊，集合的这个运算符吧，可以支持各种各样的运算符。来，我们把这个改上，集合这个使用运算符啊。OK， 那这么一个概念啊，我们把这个呢跟大家提一下啊。